交给了老李，让老李带他去根据地，过我们向往的生活。只是他才刚出生，就离开了父母，我们注定没有办法陪他长大了。我对不起你。成为了那些先行者。你看夜晚的流星，在天空中稍纵即逝，它的闪耀过，照亮了很多人，这就够了。此地甚好，就在这儿吧。总有一天，成千上万的星光汇成霞光，照亮整片大地。到那个时候，就离我们的和平不远
好看吗？啊，送你。哦，不行不行，太贵重了。贵重又怎么了？咱们俩不分彼此。来来来，一张请柬可以带一个女伴，你就是我的女伴啊。逗你的，怎么舍得让我们的双菊受委屈啊？走。你看这是什么？我真的考上了。你真的考上了。以后双菊只为小姐活，小姐在，双菊就在。只要能够跟小姐在一起，其实在哪里生活都是一样的。小姐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我希望你也能找到自己的幸福。同胞们，现在正是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蒋委员长号召国人加入抗日统一战线，不分党派，不分老幼，无论农民、工人还是学生职员，都应以驱除倭寇、振兴中华为己任。值此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蒋委员长于今日亲自签署了特赦在押政治犯的紧急文件。南京共释放63人，上海共释放55人，重庆共释放32人。太太，这是先生刚请大夫调的新方子。大夫说啊，喝了这药，临盆的时候保你和孩子都平平安安的。我不喝。太太，你整天想着把这孩子弄掉，这对你有什么好啊？听我一句劝啊，踏踏实实的给先生把这孩子生下来，这才是皆大欢喜的。出去。夏雨竹，你可以出狱了。哎，我说夏雨竹，你听到我的话了吗？你可以出狱了。怎么，坐牢坐傻了？快点快点。长发，雨竹小姐，你怎么知道我今天出狱啊？这两天不是特赦政治犯吗？我就每天在这等着你。双菊呢？自从小姐入狱之后，双菊就回武汉老家了。回武汉了。那程碧姐和松光大哥他们还好吗？他们快打仗了吧，萧炎他们都挺忙的，他们委托我好好照顾你。走吧，咱们回家再说。这个让我
我来来回回搬了好几次家，东西没那么频繁。哦，对了，这个，这是于妈让我交给你的。于妈还好吗？这些年于妈身体一直不怎么好，去年我回家祭祖的时候，她就已经下不了地了，靠那么一口气撑着。灵米村的老宅没人住了，她托付我把老宅卖了，说把这些钱一定要交到你手上。这钱我用不着，你留着吧。这些钱是你的，我一定得交到你手上。这么多钱我真的用不到。惩罚，以后你要娶老婆，要生孩子，你拿着。我不结婚。怎么能不结婚呢？长发，你得有个家，得有人照顾你，知道吗？回家祭祖的时候看见双菊了吗？老宅卖了，他住哪儿啊？你说小姐，你看你也刚回来，以后这些事儿我慢慢跟你讲。姐夫你放这儿，我去给你做饭。快点下来，听见没有？听见了。去吧。等我。去吧。先生，你回来了。去点东西，马上走。啊。他怎么样？新熬的安胎药都热了好几遍了，他就是不肯喝。他的死活我不管，但绝不能伤害我的孩子啊。这马上都足月了，这样下去这大人和孩子都有危险啊。给你点不要脸啊。你们两个进来。给我按住他。快点！你要干什么？按住！你要干什么？使点劲。杨大夫已经给你找好了，到时候你不想生，也得给我生。我知道你恨我。但是你别忘了，我是你肚子里孩子的父亲，这辈子你跟我脱不了干系。喝了吧，为了我们的孩子。嗯，按住了。还有点来。
太浪费了。是有点难喝啊，明天继续。晓得吧？伊拉屋里向莫名其妙来了个女的，哎，同吃同住，不晓得啥关系哦。哎，我倒有啥关系啊？伢俩就蹲在一道了呀，就是个关系了。哎，丈夫，我回来啦。哎，啥地方寻得来个介漂亮个女人了？哎呀，啥地方来的？窑子里向出来的。哦哟。我跟你讲啊，陈老婆，哎，我用一下电话。哎，用吧。哎。发外卖哦。喂。哎喂，你好，哎，我找一下顾双菊。我们家太太已经休息了。这么早啊？她是不是不舒服啊？啊，没有，太太。他就是有点累了。太太，你要去干嘛？那通电话是找我的，我要下去接电话，你们让开。不行，先生不让你出去。你给我老老实实在房间里待着。你等一下啊！放开我！给我回去！你放开！不能出去！住手！住手！这要是动了胎气，你们负得了责任吗？慢点，二太太。哥，小姐怎么样了？双菊，你没事吧？我没事，我在问你小姐怎么样了。小姐挺好的，她问起你了，我是按照你说的说的，但是小姐好像不太信。不管她信不信，你千万不要把我现在的情况告诉她。双菊，但是你不能一辈子瞒着小姐，一辈子不见她吧。到时候再说吧，哥，你替我照顾好他。好，双菊，你要照顾好自己，别再做傻事了啊！我知道，我先挂了。谢谢啊，孙老伯。哎，不客气。你说他们是什么关系？哎呀，这个事情别去管他。哎，宋次长，肖委员，李主任，见到你们这对伉俪，让人羡慕啊！啊，要说羡慕啊，我们该羡慕您才对。早就听楚部长说过，李主任和夫人可是出了名的恩爱夫妻，夫唱夫随，珠联璧合，我们可是望尘莫及啊。瞧瞧，不愧是我们的宣传委员啊，这嘴皮子够厉害啊。孙瓜，你可真是好福气啊，刚刚当了中央组织部的政务次长，现在又抱得美人归，你可得请我们喝酒啊。一定一定啊。我看啊，直接请我们喝喜酒吧。啊，对呀，来，请吧，请。我记得委员长讲过，我们虽然是一个弱国，但是此时正是华北危急的紧要关头。看见，我们只有拼尽全力以赴的生命，以求国家的生存。你说陈行长边上的那个？政府与军队需要团结起来。他呀，是中常委提名委员会的副主任。中国民族本是不爱和平。你能不能进中常委的候补名单，就看他了。他是个关键人物。陈行长是他的学生。散会以后，我让他给你们引荐一下。还是改日吧。今天这个场合有点不太合适。大战在即的，我还在这里拉关系，你让别人怎么看？你呀，
就是太老实了。你以为今天这些人都是来听抗日宣讲的？他和咱们一样，都是冲着梅主任的名头来的。下面有请沈涛委员为大家宣讲。委员长在庐山召开的国事座谈会铿锵有力。听程凡说他已经把雨竹安顿好了，我们要不要去看看他？不去，当初跟他断了联系就是不想再有什么麻烦，现在你刚刚有点起色，可不能付出的。他在牢里待了那么久，肯定吃了不少苦，现在出来了，我们也算他半个亲人，还是应该去看看的。亲人？他把咱们当亲人了吗？他如果把咱们当亲人，就不应该跟共产党搅在一起。你知道王先生是最容不得共产党的，现在都说是国共合作了，委员长都发话了，谁还会去计较以前的那些事情啊？国共合作？你真以为国共会合作呀？那不过是场面上的漂亮话而已。再说了，雨竹要是真懂事的话，就应该主动上门给咱们赔罪。下面有请市党部宣传委员肖成碧上台宣讲。同志们，同胞们，日本人扬言要在三个月内亡我中华，华北告急，平津告急，日寇的屠刀已经不允许我们再有任何的妥协，我们要牺牲到底，去争取最后的胜利。
吗？这里呢？最好到医院去检查一下，我只能给他开个方子，喝点中药缓解一下。谢谢。你们有孩子吗？我们大夫，什么意思？他这种情况，如果要小孩的话，怕是不大可能了。怎么不来做啊？做起了萨克拉，人啊你真多开多，你我是萨克。我々が本校の軍刀を攻略できたのは全てあなたの情報のおかげです。本校公安情报局的这个给他断定了之后，你的情报是非常重要的。どうぞ杯を開けてください。请起来，咱们再来一杯。我々大日本帝国はあなたに感謝をしております。代表大日本帝国向你表示感谢。裘三军，客气了。军统的那些伎俩我是最了解的。戴笠认为让沈醉弄个8人小队就能潜伏在虹口了，这不是开玩笑吗？军统のやり方はよく知りますが大丈夫です。戴笠の方は8人の小隊を構成して虹口に分布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だろうと思います。我々日本人が最も重要視しているものが2つあります。我们日本人有非常关注的两件事情。一つは一个是忠誠忠诚。二つ目は另一个是能力能力。金さん、あなたは両方を兼ね備えている人だ。他说你两个能力都具备。私は信じてますぞ。对你非常的信任。我々は確固たる協力体制を。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在一起合作。今後とも楽しくやっていきましょう。一定会愉快的合作的。一定会愉快的合作。愉快的合作。その通りです。愉快合作。中国人相手するのは簡単です。中国人这边其实也非常好对付。わがままで金の亡者。愛国心もないし、国民の生活も。一个是贪婪，没有爱国心。奴らが政治をする上で一番重要なのは、他们最重要的。昇格と金の。就是为钱为官。自国民に対するやり方なんてそれひどいもんですよ。甚至对国民比对敌人还厉害。だからその手の類の中国人は。所以我们轻轻的一动手。いとも簡単に。ひねり潰すことはできる。就能让中国人屈服。そうでしょう。对不对？金さん。所以还要请太君们多多指教。好，そうです。今回お願いいたします。多多指教。指教指教。啊！干杯，兄弟！干杯！干杯！干杯！叔叔がやけに騒がしいな。去看看外面是什么声音。我去。
干什么呢？吵吵嚷嚷的！来了几个学生，咱俩就上大佐的车。带几个人把这几个小偷打的给我抓起来！是。齐三，齐三，哎哎，哎呀，周三军，你两个给我来一下。怎么来了那么多日本人？先生宴请了几个朋友，正在兴头上呢。朋友，罕见，走狗。太太，提莫起来。撒又拿了，撒又拿了。よろしく。さよなら。さよなら、さよなら。頼むよ。さよなら。先生，你没事吧？哎，滚！最后一句说的是什么？就算生下来，我也不让他活。我的儿子会活得最好。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打死你！
你电话。哎哎哎，来了啊！喂，哎，我是顾长发。什么？我现在就过去啊！我现在就过去。长发，出什么事儿了？我出去一趟，有点事儿，可能晚点回来。你去哪儿啊？我一个朋友生病了，我去看你。那我跟你一起去。不行，你就不能跟我去。为什么？到底出什么事儿了？长发，你说啊。是双菊。双菊她出事了。双菊。要你，我不能生这个孩子。别这么折磨自己，你现在情况很危险。你不知道，我知道，我都知道，我知道。你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都是为了。是心甘情愿的，我的命都是小姐的，我为了你，我死都无所谓。我有所谓，你不能死，你不能死，我一定会让你活下去，我会让你和孩子一起活下去，坚持住。等一辆平板车，快！马上就到。走，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寂寞沧桑的月，爬过漫长。别离的伤悲。
晶莹泪水还是那么绝对，没有一丝后悔。